也不知道我奇奇宝贝呀，写没写完作业呢？我去看一下，看看奇奇爸爸看没看着奇奇宝贝写作业。哎，奇奇爸爸，干啥呀？你玩手机呢？啊，奇奇宝贝呢？奇奇宝贝搁那边玩小鸡儿呢。玩小鸡呢？啊，他写完作业了吗？应该是写完了吧？应该是写完了。你看看你一天就知道玩手机，我看看去。你还应该写完，你都不确定了？我也没看着他呀。我不让你看着的吗？我搁这瞅瞅，他自己能写。哎呀妈，这一天天就知道玩，我还问我奇奇宝贝去吧。奇奇宝贝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爸爸说你在这玩小鸡，你果然在这玩小鸡呢。嗯。几只啊？三只啊。三只啊！哎呀妈呀，你喂它，我看它吃吗？我想喂这是姐姐的。这姐姐的，姐姐叫啥名啊？姐姐小鸡。叫圆圆，哎呦我的妈，叫人名，哪个是你的呀？那个你的叫啥名啊？团团。叫团团，咱们这圆圆啊，这小团团还行，还挺好听的。你说这个妈妈，你知道这个黄鸡不知道是谁的？那是谁的呀？那送给我吧。行，你帮我起个名。给你起个名叫叫啥？黄黄。叫黄黄啊？它黄，它啊也行。来，你把黄黄拿到你手里，看它吃不吃。哎，你手上放点吃的呀？快点给它鸡饲料啊！这是我的小宠物了呗。嗯，来吧，放点鸡饲料。黄黄，快看你吃不吃？吃吗？没看着。拿下来，老郭，放在你手心上，给它端起来。对，妈妈看看，来，再拿下来。哎，看它吃不吃？对，黄黄吃饭呗。它不吃啊？它是不是吃饱了呀？我看看它的素了。妈，你还看它素的？它的素的有一大吗？有一点骨，没点骨，那是吃饱了。你妈，哎，停！你先别玩了，来，我问问你来，你写完作业了吗？写完了。你真写完了？嗯。没骗我？没了。那我问你爸，你爸说好像是写完了，不确定。那你知道？他不知道，你真写完了，宝贝。嗯。啊，那行，那你玩吧。那没写完可不能玩。啊，行。妈妈，我看啊。你看姐姐在一直在瞅我，是不是饿了？啊，快给他吃点吧。嗯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妈，好痛苦啊！宝贝儿，给他放下吧。我给你感觉拿他好痛苦。行了，玩吧。真写完作业了，是不是？行，我检查你作业去了啊。行。不行，撒谎啊。嗯。